我小姨子啊，好，别人送了两斤猪肉，送了两个啊两斤绿豆，现在跟人要交朋友了。哎呀，这一天，呀呀，小姨子来了，妹呀，你今天来了。哎呦，小姨子今天真漂亮。宝宝，老婆，宝宝今天发烧了，现在好了是吧？昨天晚上他发烧了，啊，那个一宿没睡啊，一直抱着他。丈母娘来了，看看。哎，妈，能给呀？在干嘛呢？能给呀？哎呦，这是绿豆啊！我丈母娘要给我包绿豆沙，这是。你能给呀？啊，在煮绿豆粥啊，绿豆粥。刚下班回来家里，小孩嘛，昨天晚上有点发烧，现在一岁多啊，很难带。发烧呢？他不舒服，他不睡觉，他搁那哼唧。刚才我买了一个退烧贴给他。吃粥了啊，吃粥了。昨天晚上我们俩换班报啊，报到早上六点多。现在很想睡觉。你呀，一会儿你再发烧，我就送你上医院看一看啊。一会儿你再发烧啊，我就送你上医院看一看了，长牙了是不是啊？有点感冒，有点小感冒。小姨妹啊，带孩子很累的啊，要不要生一个试一下？以后赶紧找个老公啊，生一个。你晚上帮我带过来带孩子吧啊！哎，明天你要去卖咖啡？哎，这一天咖啡店老板娘，这个咋整啊？一月挣两千万呢、啊、那你去卖咖啡去。我家这保姆姐姐一月才900万，她的一月挣两千万。啊，妈妈再煮这个。给给。这是什么糖啊？哈，这是绿豆沙。你给啊。我丈母娘再帮我煮绿豆沙。绿豆粥啊。这边都不穿鞋的，都光着脚。一会儿看她怎么煮。老婆，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啊，那个椰子啊，那个大水椰子是不是？直接吃了椰子肉，水椰子肉。上次拍那个大锤呀、啊，就是它。哎呀，你个吃货，你坐地下干什么呢？妈妈在煮绿豆沙，我丈母娘在做绿豆糖水啊。这个是椰子肉啊，椰子肉。水椰子肉就这样了啊，然后他一会儿他就煮开了啊，绿豆沙，行不行？这两斤绿豆啊，还是小姨子的追求者送他的。小姨妹啊，小姨妹，这两斤绿豆哪来的？哪个他？一个男人给你给的是不是？一个男人给我家小姨子两斤绿豆啊，前两天又送两斤猪肉。哎呀，你这鞋这排骨是不是啊？这排骨是两斤绿豆就搞定我家小姨子，不行啊！我以前都一个手机搞定你姐的啊！哎呀，今天送我两斤绿豆给我家小姨子啊！我家小姨子挺会来事儿，拿过来给我煮糖水呢。老婆，一会儿给小姨子30块钱啊，就是我买他绿豆的，行不行？30块钱就是10万。啊，小姨子那个给他兑现金啊。我小姨子啊，好，别人送了两斤猪肉，送了两个啊两斤绿豆，现在跟人要交朋友了。哎，这一天啊，真爱是不是啊？啊，看看，所以说越南女孩太好泡了啊，真爱，真的是我之前送我老婆一部手机啊，我都后悔了啊，他没有爱，他你没有爱啊？那你跟他住着？还没有爱、啊、还没有在一起啊？有没有拉过手？如果他有没有拉？来手了吗？有没有拉你手？还没。他没有拉手是不是？啊，他没有拉你手是不是？还没。啊，那没关系啊，没有拉手就行。最近发了吗？还没有电话号码。有电话号码。哎呀，怎么心里这个憋气呀、啊？哎呀，我天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坚决反对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不行，你搬我妹妹家，我不跟老公吧。
反正这个送两斤绿豆这个就不行，我反对。不行了，我受不了，我一会儿，哎呦，我这里难受，哎呦，心痛，哎呦。原来小姨子有人追求了，兄弟们，太难了啊！我反对。小姨子，你再说一遍。这男的不行，妈妈同意了。妈妈同意了，就送你两斤猪肉，又送你两斤绿豆。他同意你们俩在一起交往了。不行，不同意，坚决反对，太少了！哎呦我家，哎呦我气死我了都！那也不能这么，他怎么养活我家小姨子啊？就是条件这么差啊！送两斤猪肉，前两天，这回又扔两斤绿豆。你这意思，这话说的，那为什么这么说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找老公不要找男人太多钱，不放心。哎呀，你以后小姨子，姐夫跟你说啊，就送你两斤绿豆，这个以后你肯定受苦啊，真的。你这怎么？我这就心里就不平衡了。我当初追你姐的时候，送她一部手机。有给她一公斤。芒果，芒果，一公斤芒果。我丈母娘同意了是吧？我就问一下丈母娘。妈妈在这里，妈妈在给我煮绿豆粥呢。你问问妈妈同意不同意啊？刚才送那个两斤绿豆的那个男的。这咋整啊？这丈母娘同意了？那你这是那什么了吗？这是有人追求了就同意了，送两斤绿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没这没地方说理去了。问爸爸啊，我爸爸应该跟我一个态度，坚决不同意啊。不行，太少了，最起码整个摩托车呀，爹爹。这男没开，他家老公都要找一个男人，幸好是输了，不要开多钱。哎呦，你不早说，当初送你个手机，你又说，你当初你要说的话，我这手机都省了吗？哎呦，我的妈，花了10万块钱都娶了你。哎呦，我都后老悔了，我跟你，我要我送两斤猪肉，两斤绿豆。都搞定的事情，我拿部手机干啥呢？这一天。哎呀，我那肠子都悔青了。帅。小姨子，追你那个男的多大了？多少岁了？30岁啊，30岁还行。29岁，有小孩了吗？啊，没有小孩是吧？哎呀，这一天，我小姨子要被别人骗了啊！我丈母娘帮我做出来了啊，这是绿豆沙啊，糖水，有叶子，烫不烫？哎呀，喝一口吧。小姨子，别人送他啊，那两斤绿豆过来拿了，给我熬了一个粥，绿豆粥，叶子。以后来我家兄弟们，我给你煮糖水啊，我让我老婆给你煮糖水。广东的糖水啊，我丈母娘会煮啊。这是绿豆沙啊、哎。真香啊。快点了，该喝药了。而小姨子这个眼神啊，那小姨子好烦啊。我丈母娘煮的绿豆粥挺好喝的啊，这是绿豆粥，刚才煮的那种，里面加的椰子肉，水椰子肉做的，两斤绿豆就搞定我家小姨子。妹妹你吃吧。